最高兴。单打比利在横移的过程中要到犯规哦，而且还把球摆进篮筐。这是一个 N1， 比利在这个中间左中间部分的一个抛投，其实水准也相当高。他在中间那个位置能够做，高度太高也封不到。对。对，在这个算是麦卡洛的一个 style， 能够再找到这样身形的球员，哇，真的是也算是国王他们体系想要的。身高208公分，具有活动能力跟外线的投射能力。这个白板可能要上面写什么一下，好像写爽哎。刚刚有产生技术犯规了。